少住在台湾啊，你们不晓得，你们应该觉得说，怎么就没看到我？其实群英会的中心，我已经离开了，我是第一个男人到东南亚去啊。对，这点我要补充一下，当年啊，东南亚所有的舞台剧，在他们歌手中间有表演的歌舞剧，通通是夏天一个人在编导。后来台湾也有那个立声歌天使，通通是夏天在做编导。谢谢你的夸奖。原因是什么？当后辈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做准备，后浪推前浪，所以我想不对路，青山红吧。又来立声吧，立声我又是开幕工程嘛。结果我就想说，我应该想办法，我不会嫉妒，但是我要想办法能够不要被他比下去。我不是用唱艺术歌曲，因为我学声乐的，也读音乐学校，要不然，所以我就改编了，开始发明歌曲。那个时候群英会的制作光华是跟盛世，我就跟他讨论，我们光唱歌两个小时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我说我来编一个歌曲，但是用歌不讲话，我就用蝴蝶夫人用六首歌唱了20分钟，结果非常受欢迎，老板高兴的要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台湾就开始流行歌曲，我们每次就开始排歌曲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你们在夸奖我，我是在讲，我也为了求生存啊。我应该是流泪。夏组长有没有看过夏欣的表演？有吗？因为我这个人也不会，我不会妒忌。像青山要上的时候，甚至给我讲说他要往青山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一定当然要安排的乐，刚好要红了，因为我们有观众的来信，他正好要去当兵了。我给想象一下，你看旁边这荧光幕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的照片，怎么样？好厉害！哎呦，以前还是不要不需要跟人家抱歉嘛，长得还不错呀，骗人啊，你骗人！我那个时候说老实话，我们就三个，因为青山出来了，我给他讲说，我们三个来合唱，我要捧青山出来。我这个不是夸奖啊，也不是青山听起来会不高兴，我确实给制作人讲，你们不相信同行会嫉妒，我都不会，那个就只有青山跟谢子，我说让我们三个叫青山来一唱，人家就晓得这个是谁了。而且青山唱得好，钟迪天声音音色是最美的，因为他是最早期可能你们不晓得幸福和合唱，他是唱第一的，到现在我听男歌星音色最美的，还是唱第一的。我觉得是你唱的。夏天他其实在很多歌上不同，就是他转音转得非常漂亮，很有转音。我们想要听。像夏老师在唱你的歌吧，有很多，刚才是讲太多了，但是我一上台就毛病就来了，这个职业毛病，这个跟职业毛病，我们都有这个毛病，没关系。那么因为大家今天开导我在后面肩膀，大家都太兴奋，整个心情都已经很嗨了，所以我不唱，他说我不唱不行，我就唱一首大家最熟悉的抒情歌。什么歌？让要考上他们都很年轻了，让你们心情都平静一下，就是唱不好你们也要给我一点鼓励，到底我们我孙子都结婚了，这个真的刚刚结婚，我说我是我的命的命的，我讲了以后他们不相信，而且我要唱，那么我证明给你看，虽然讲的再怎么好的话，如果还可以的话，是这样做的。夏老师唱什么歌？我们老师可以帮你伴奏。不也行？对，今天是你们非非常表演。Thank you.
当我的真情。